DSE 2022 ICT Paper 1A MC 第六题，呢题答啱嘅学生咧，今年只有43%。呢条咧题目问关于咧 data processing cycle， 咁咧俾咗四个 steps 咁样，问你咧边一个系正确嘅？咁呢度咧我哋要比较小心呢题，因为咧都问得几 tricky 下嘅。咁咧首先咧我哋要睇咗咧就系个 data processing cycle 里边咧嗰六个 step， 第一个 step data collection， 第二个preparation， 第三個 input， 第四個 processing， 第五個咧 interpretation， 第六個 storage。咁呢度呢幾個 steps 唔係絕對嘅，即係咧有啲唔同嘅 textbook 咧或者網上咧講關於 data processing 咧嗰幾個 step 係即係有啲少少差異嘅。咁但係大概都係以六個步驟咯。特別有啲咧都一定要做嘅，例如 data input 落去電腦去做 processing 之前咧，你要事先將啲 data 做啲整理先 preparation。而 preparation 之前咧，你要首先係收集咗啲 data 翻嚟，先有得 prepare 整理。咁啊，數據處理咗之後咧，會有啲報告啦，有啲即係 information 咧，你可以做一啲分析啦、理解啦。咁跟住咧，仲要儲存啦，或者 present 或者 send 俾人。好，跟住咧，我哋逐個逐個睇啦。第一個 A 嘅選擇話，create 一個嘅統計圖表，一個 statistical chart， 係咪屬於 data collection 咧？嗱。我哋講 data collection 就講收集數據喎，咁你整一個 chart 咧，你 create 個 chart 咧係要嚟 present 啦，或者咧將一啲即係好散亂嘅數據咧變成一啲有意思嘅圖表。好明顯咧，你 create 個 chart 嘅時候咧，你已經有曬啲數據，咁冇理由呢個係叫 data collection 噶嘛，咁所以咧呢個咧係錯噶啦。好，繼續睇第二個選擇，第二個選擇係咧 validate 一啲問卷啦 questionnaire before input。即係咧，喺將啲 data 輸入到電腦做處理之前咧，我哋去 validate 嗰啲問卷 questionnaire 係咪屬於 data preparation 嘅過程咧？咁佢基本上都啱曬咧 data processing cycle 咧嗰個 step 嘅次序嘅，因為咧 before data input， 我哋要將啲 data 進行整理 prepare， 特別一啲紙本嘅問卷咧，咁啊好大需要咧係做呢個功夫，所以個咧好大機會係正確嘅。咁但系咧，我哋穩陣起見咧，要 check 埋剩翻嗰兩個選項。好，第三個佢話 sorting questionnaire for data entry， 即係話咧將啲問卷咧 sort 好佢排好次序咧，就準備輸入去電腦咧進行處理。咁但係呢個過程咧係咪屬於 data processing 嘅步驟咧？咁咧呢度咧會有啲 tricky 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 sorting 咧都可以算係 processing 其中一個 step 嘅，因為數據處理 data processing。可能係要 organize data 啦 ，sort 佢啦，或者你要做啲運算啦 ，calculation 啦。咁但係咧，留意咧，細心啲睇得呢個 sorting 咧係要嚟 for data entry 嘅喎，即係舉例啦，譬如將啲紙本嘅問卷排好次序，方便咧輸入去電腦度。咁個 sorting 係好明顯係 data input 嘅之前啦，啊，而一般嘅 data processing 嘅 sorting 咧係講緊啲數據輸入咗電腦之後咧，先將佢進行排次序。所以這個呢不會是答案來的，因為 for entry 呢一定是 processing 的之前。那我們根據這個 data processing cycle 的圖表呢， sorting for entry 充其量都是屬於 data preparation 的 step， 那未來到 data processing 的。好，看看第四個，它說 design 一個 online questionnaire， 例如 Google Form 設計一張 Google Form 準備收集數據，那個過程屬屬於 data organization 呢組織的資料，咁佢好明顯就唔啱啦。即係如果你話 organize data 咧，係本身有 data 先有得 organize 噶嘛。咁你話 design 咗 online form 喎，即係未有 data 啦。依個係有 data 之前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如果你話 design online form 咧，最多都係 data collection 或者之前嘅步驟咯。咁啊，絕對唔係 organization。咁其實 organization 咧都係屬於 data processing 咧呢個 step 裏邊咧其中一部分。所以咧呢個答案咧 D 咧都係錯。所以咧正確答案咧就係。Beaver Boy， 咁其實今年都答得唔係幾好啦。咁相信原因都因為咧，即係睇呢啲英文字嘅時候咧，或者睇個意思咧，要好小心解讀咧嗰個嘅meaning 喺邊度，同埋咧就要記住呢個 data processing cycle 咧嗰六個 step 嘅次序咯。